哎，向北，怎么什么也看不见？不会走错地方了吧？别废话，就是这儿。排长，这儿也没看见野狼突击队的狼影啊。搜索前进，是。 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把俘虏还给你们，还给你们准备了饺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不对呀，比赛规则里也没有推出俘虏这一项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光是一个登陆战，我们的损失已经过半了。就算成功突破敌人的封锁，上了岛，进入丛林战，咱也只有挨打的份儿。眼下有战斗力的队员还不足四分之一，敌人有启用了电子干扰系统，根本就联系不上。这次啊，来的是甄家伙呀！赶紧让 RT 队。 增援吧！现在上增援部队等于直接把他们往火坑里扔，上多少损失多少。这群野狼啊，巴不得我们把所有的人扔进他们的嘴里头。那怎么办？启动反干扰系统，尽量联系上我们。敌不动，我也不动。这群野狼武器、战术，超越我们将近十年呀！世界上最顶尖的侦察大队，哎，这个名头不带虚的。 激烈啊！打啥样的不知道啊？哎，回来了。陆岩，他们把你带哪儿去了？他们拿我当挡箭牌，我部队停止进攻，失了败仗。曹儿，啊？这仗怎么打的？平时一个个气死大辣椒，不让独头算的，这关键时刻都掉链子了。 啥也不是的玩意儿都是。陆岩，咱们得想点办法。你想干嘛？你知道我想干嘛？你又想耍什么阴招？在出发前，龙队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嘱咐我们，到了别人大本营要守规矩。 你别丢人现眼闹笑话，吃了败仗倒没关系，要是丢人，那太不值得了。丢啥人啊？能打了胜仗，那不管用什么招都行。对呀，你想想，那个三十六计里除了最后一计，走为上，那不都是阴招吗？
How many motherfuckers have there? 5. I cannot find you guys. You must go there. Come on, lazy motherfucker. Go, guys. Go, go.